阿纪，你记住了，作恶之人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阿纪，你动不了他。尊主，尊主，有人要杀阿纪，就在冰户外的林子里。 从今往后，再无谎言，永远一直一起。俊浩，不管是现在。 还是来世，我都会找到你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云禾，就是你。尊主，云禾，尊主，云禾，尊主。 尊主，快！哎，罗总，刚才那尊主抱着的是纪晓刚，对不对？尊主什么时候这么关心他了？啊？对呀，这不乱套了吗？啊！ 是什么意思？这鲛人以前也救过我，为何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已经没事了。啊！糟了，幻形术没了。幻形，这就是你改变容貌的原因？完了完了！ 他认出我了，他把我抓来这里，该不会是要把我扒皮抽筋吧？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。<笑>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尊主。其实，怎么可能再也见不到呢？我就是在林子里散散步，我没想过要逃跑的。<笑>你不用叫我尊主，和以前一样叫我就可以了。那这怎么可以呢？ 您身份高贵，我哪敢乱叫啊！想必您一定很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之前都是我的错，这一次留下来吧。尊主，您贵为尊主救了我的命，我哪敢生您的气啊？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，不如我们冰释前嫌，做个朋友吧。 朋友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记得我是谁了？你不是北渊尊主吗？还是你在林子里迷烟吸多了？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不打扰了。哎呀，纪云禾，你在跟我装傻是吗？你真不记得我是谁了？苍天，纪云禾又是谁啊？这家伙在说什么？啊！哎，别过来，别动。
你是要杀我吗？怎么还给我撩起伤来了？这手法还挺温柔的。别怕，摸一摸就不疼了。以后这个法术就只属于你一个人。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我还是回元意营吧。你就留在这里养伤吧，别浪费灵力，去用你的幻形了。还是别了吧，你这儿这么多人进进出出的，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我还得一个个解释，太麻烦了。我还是换个形，赶紧回去吧。你如果不希望别人看到你的真容，我就不让其他人进来打扰你便是了。留下来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正好有点累，我想先休息了。尊主，你不用招待我。你们偷偷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，是不是长衣那个混蛋想偷偷杀了我？回答我！表妹，表妹。尊主说了，你终究是我族中人，此事就交给我处置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长衣杀我的，表妹，我只是一时失手，你不会和我计较吧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没有醒悟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难道要帮长衣对付我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为了胡祖。他长衣心里永远不可能有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呢？表哥，北原奸夫的意义早已经不是为了你我一己的荣耀。我不会杀你，但如果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的话，北原也容不下你。通告北渊，齐凤已被废去全部灵力，即日起得逐出灵兽坛，此生不得再踏入北渊一步。你为了一个外人这么对我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，不如我们冰释前嫌，做个朋友吧。云鹤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可是为何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阿季身上的事情，我想你终究需要一个答案。这鲛人看到了我的真容，却没有杀我，还留我住在这儿。难道是因为我帮了他的忙，才会对我这么好？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只能先留下养好伤，再想对策。可他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？还有那句话，我好像在梦里听到过。我和他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